暫時見到個指數就定住咗喺度，咁我都係跌100点左右，咁我似乎咧就呢個鐘都冇乜點樣再特別喐過噶啦。恆生指數報26695点，跌102点。看埋成交比較多啲嘅股份排頭位，咁啊 Michael 頭先都同我哋已經跟進過份業績啦，唔係相即係太過理想啊，咁啊股價今日咧都已經即刻反應咗啦，跌緊3%啊，報91.7。騰訊偏軟跌2毫，做緊318.8。美團點評咁啊反而咧就有啲反彈啦，咁啊即係而家都升到成3%，報91.55。百威亞太嘅跌幅咧收窄咗，咁啊業績同樣都係唔理想嘅，不過而家個跌幅咧收窄去到咧大概3%留下啦，而家做緊29.65。至於盈富基金咧就冇升跌，最新做緊27.65。另外，建行啊跌緊3仙，報6.32；友邦跌5毫，報74.8；小米都係向下嘅，跌緊5仙，報8.99；中移動咧跌得比較多啲，咁啊跌幅超過1%，報64.4。睇埋就係港交所啦，跌緊有1蚊，最新做緊239.8。呢一節咧就要同 Michael 睇下啦，咁啊嚟緊咧就係第四季，究竟有啲乜嘢嘅板塊咧可以即係炒下嘅，就係話旺季嘅需求啊。Michael 咁啊，之前咧都講話即係到最後一季衝刺嘅啦嘛，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幫自己咧賺翻啲即係可能頭嗰三季都未如理想嘅表現翻嚟噶。重注即係喺一啲嘅即係炒旺季需求嘅板塊得唔得咧？我見燃氣股嘅起動咧。唔錯喎，咁啊，因為即係其實你取暖嘅話，你見啦，就係北方嘅天氣凍嘅話，其實就嗰個需求係會突然之間咧，即係拉升得好高噶嘛。燃氣股啦，係咪真係可以炒咗？今日個市唔得，佢哋個個都得喎。咁啊，季度性嚟講，咁你講得好啱嘅，因為第一就熱氣代末呢樣嘢一路都行緊啊，同埋即係講緊嗰個供暖方面嚟講，咁嗰個需求啦，都一定都仲有喺度嘅。咁所以變咗燃氣股量今年其實即係都係曾經受嗰啲政策帶動啦。咁尤其是即係其中一個就係話講緊嗰個國家遊戲管網公司，如果經過獨立運作之後，咁對佢哋咧反而會釋放咗投資價值，或者更加理想嘅，因為以往嚟講佢哋做呢啲我哋就係部分上市啊，而家版面見到嗰啲啊，大部分其實佢咧都下游供氣為主嘅。咁邊度攞氣咧？咁就係要緊即係三間我哋熟悉嘅中石油啊、中海油、中石化咁，佢哋即係旗下嘅一啲嘅天然氣公司係再批俾佢哋嘅。咁但係因為就係話可能又俾佢哋真係有嗰個涉及有個接近壟斷嘅成分，咁所以就有時 control 住控制住個價格，咁變咗令到做下游嚟講要再推動第一供氣嗰個氣源嘅問題，第二就係嗰個價格問題嚟講，一路都會有機會受壓。咁但係而家就係真係確認咗，而家聚焦即係嗰個遊戲管網公司，如果獨立運作之後咧，咁所有嘅嘢就會中央處理。咁希望喺嗰個價格控制方面嚟講，就會比較上係歸一，亦都比較彈性啲，有利翻即係啲下游做燃氣公司想繼續即係無論係投放係做鋪網啊，或者供氣方面啊嗰、那個推動嚟講咧，咁有翻個正向嘅表現。咁如果你話近期啦，你哋擺得好啦，即係近期就彈得最犀利，就冇淨禮金冇價，就係只昆崙能源。咁因為大家知佢都係跟住即係中石油旗下嚇咧做天然氣供氣嘅公司。咁以往嚟講就擔心佢嘅定位究竟會係點樣呢？尤其是譬如去做 LNG 啊，或者即係講緊液化天然氣嗰個項目啊方面嘅推動啊，都擔心喺原本嗰個政策係有個保留，咁但係而家都叫做係釐定澄清咗之後，都發覺佢嘅業務其實都仲有一定嘅空間係推動啦。譬如真係話做啲加壓站啊嚇，或者主要做翻個燃氣供應管理方面嚟講啊，加上有收購嚇，咁變咗大家睇翻好少少，所以股價咧都係彈翻上嚟，咁啊逆步逆追，而家講緊都係去翻即係挑戰翻250天線。咁當然啦，佢係其中一隻近期嘅後起之秀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跑得前行得有啲做得都唔錯，除咗龍頭384之外，亦都好值得睇翻而家近期譬如即係1193啦嚇，呢個講緊正想問呢只破頂喎，今日係啦，咁呢只我又覺得其實佢破位都有佢道理嘅，因為佢講緊嗰個增長係快啦嚇，咁同埋就本身而家預測市盈率都唔係話咁高，咁同埋佢嗰個位處嘅地區嚟講，真係嗰個用氣量係會有喺度嚇，即係講緊佢就未必及呢個中國燃氣咁全國性，咁但係佢集中嘅地區都係
講緊嗰個居民用氣啊，尤其是工業用氣啦。因為工業用氣加價咧，就會比較容易過居民嘅，因為居民又要涉及民生嘅問題啦。咁所以喺呢方面亦都有佢嗰個著數地方所在咯。所以你話都見到佢又話，如果你即係睇近嗰個表現，冚唪都係陽燭咁係咁滿布咁樣上。咁去到呢啲位，如果暫時睇翻嗰個 RSI 嚟講咧，都仲係去到80，即係話仲有破頂或者係大同上升嘅空間，咁維持翻個強勢。咁呢輪我諗要揾呢啲咁靚仔嘅股份啦，其實都唔容易啊。咁啊，呢只都算係算係做得唔錯。暫時我相信都仲有信心嘅嚇。即係可能喺啊成個 set 當中咧，要揀嘅話，其實佢都可以係其中一個咧揀得落手啊。咁啊，不過就驚。即係個價升得咁高，好似 Michael 所講啦，咁多支洋燭出咗嚟咧，再追上去嘅空間咧，就係唔知夠唔夠大。因為又正如 Michael 頭先都提過啦，即係華潤燃氣啊，咁佢喺嗰啲地方咧，其實就都已經係發達城市嘅，即係又唔係話即係走好偏，突然之間咧就由零到一咁樣一個好大嘅漲，所以不嬲嗰個銷量都比較穩定，所以係業績方面咧，其實係咪話即係唔會有太大嘅一個即係急劇嘅增加喺度？穩定咯，正如因為講緊佢簽嗰啲城市。第一就有冇空間再提升個滲透咧，即係頭先 Apple 想帶出呢個問題啦。咁其次，但係如果真係話本身已有嘅，咁都係因為有個穩定性喺度。不過估值再進一步提升，就一定要好睇嗰個內燃自發嗰個增長之外啦，內部自己自營嘅業務之外，仲有冇新嘅嘢去配合再加落去咯？如果呢一樣咧，如果睇翻就超可能中國燃氣嗰個規模效益比較大啲咧，我就覺得會可能著數啲。所以如果你呢刻你問我就話燃氣，就中期繼續揸，咁你好簡單睇翻，譬如十天線都一路 keep 住，就作為一個止賺嘅引路啦去做啦。但係如果你話中全面性，或者如果你資金再追咧，就不利。其實中國燃氣應該唞完氣再上嘅空間比較大嘅。今日咧就係幾隻燃氣股都做好，除咗華潤燃氣破頂之外咧，咁睇翻中國燃氣同廣華燃氣兩隻嘅升幅咧都有1%嘅。呢只咧傾到呢度先，轉頭翻嚟幫大家發掘更加多嘅投資主題。交易时段专家坐镇，一同研究金股会部署，深入浅出，轻松掌握入市策略。致富通逢港股交易时段内播出。